天上飞来一只熊，落地集团不要怂。哎呀，叫火子！这下面有个小伙子在这蹲着，咱从大头顶上跳下来，直接锤他。这个时候他突然站起来，抬头看了看天，我都会锤死你了，你才发现我呀你啊！他队友居然过来了，打不过赶紧跑嘛，我撤一下子。哦，还追我，还追我，打他一拳赶紧跑。这个时候他竟然没有过来，哎，你们这些小孩撤成这样，大脸活着人啊我说。直接把他给补掉，不给机会，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。哦，我都在这待了3分钟了，你们终于想起我来了。他们是从防区过来的，手里绝对有枪。来到这个后面卡一下视角，对面俩人不要慌，他敢过来就闪身敲。你还真敢来呀你！机长一个送你们这边火力压制我，准备换弹，直接回了他。nice， 又过来一个。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都不敢过来吗？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他们肯定是被我的气势给压制住了吧？这小伙子疯烟了，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他肯定让我过来直接谋我。这个地方应该太浓了，敲死我了！哎呀，我撤一跳。哎呀，这个补药还没开呢，开一下。这一波舔包是不正确的啊，但是我没有忍住。换波子弹打个药，听他们脚步已经过来了。看你这个疯烟的方向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是想过来舔那个宝箱的吗？可是没有想到被我舔了吧？气不气？气不气了？来来来，你打我呀！咋的？舔不了你难受啊？这小步他给我得跳过来了，继续卡视角，等他过来直接打他。nice， 面对，一点都没慌。最后认识一下吧，我是饼干，搞笑不一般。